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现在开始吧。然后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那个，我们连续三节课的这个跟数学有关的，对吧？一个是 linear algebra，一个是 differential calculus，然后上节课是那个 statistics，对吧？我们今天呢首先把这个上节课讲的主要内容复习一下，对吧？因为 statistics 最在工业界应用了，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 probabilities distributions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也讲到什么 random sampling 啊，stratified sampling 啊，selection bias，对吧？讲这个 probability 的话，有这个the joint probability，对吧？然后也有这个，哎，这个应该叫，这两件事一起发生的这个概率应该叫什么？OK，是一个 union 的，等于是，对吧？你看这个图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然后怎么证明 A 和 B 这个世界是 independent，对吧？那 AB 的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就是 PA 乘以 PB，对吧？然后讲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然后这里有个 Bayes theorem，这个是 PAB 等于 PBA 乘以 PA 就是 PA，PB，对吧？这个很常见，很经常用得到。然后讲的是什么是 random variable，对吧？它是从一个 distribution 里面来的，它的这个值呢是 random 的，但是它也是有规律的，其实是，对吧？然后呢有两种，一种是 discrete，一种是continuous，对吧？对于一个任何一个 distribution 呢，我们都要给定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对吧？就是有这个 x 有多少可能的值，对吧？然后每个值相对应的这个 probability。不管你是 discrete 还是 continuous，对吧？如果是一个 continuous，那就是叫 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如果是 discrete，就叫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对吧？然后呢，它也一定要满足一些条件，对吧？所有的 probability 那肯定都是介于零到一之间的这个数，然后所有 probability 相加或者做个积分，它应该等于一的，对吧？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statistician 做的工作呢，就是从一个 sample 里面去算出一些 statistic，然后去做一些 inference，得到这个 population 的一些信息，对吧？这个叫 parameter，然后我们讲了这个对于任何一个 distribution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叫 expected value，对吧？它的定义是这样子，我们这只给出了这个 discrete 这个定义，这个 continuous 是一样的，就是把求和变成积分就行了，对吧？然后这个 variance 这个 definition 呢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呢去化简一下，然后最后呢可以化成这个 variance 是等于 x 平方的 expectation 减去x 的 expectation 的平方，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呢，能够算出很多distribution 的这个 variance 是多少。standard deviation 呢就是 variance 开根号就行了，对吧？然后我们也讲了这个 factorials。就是 number of ways to order n items 就 n 阶乘，是吧？我这里讲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PDF 之前呢，我们最好了解一下，什么叫 permutations 和 combinatorials，对吧？就是如果你从n 个东西里面选 x 个出来，对吧？有多少种方法呢？那取决于你是有 with order 还是 without order，对吧？with order 那是 n 的阶乘除以 n 减 x 括号的阶乘，对吧？without order 就是。这个数再除一个 x 的阶乘，对吧？factorial，因为你要去下重复的，对吧？因为这里呢你是 without order，理解了这个之后呢，你就能够理解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 PDF 它为什么会是长成这个样子，对吧？因为你比如说你扔n 次硬币，对吧？有 x 次朝上的这个概率呢，就是先从 n 个里面选 x 个，对吧？然后呢，再算一下，这 x 次里面呢，朝上的概率为 p，对吧？就 p 的 x 次方，朝下呢是 n 减 x 次，对吧？然后概率是 e 减 p，所以呢，它最后的这个 PDF 呢就长成这个样子。这个呢，大家要记得是怎么写的，其实。OK，然后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 PDF 来说呢，它的这个 mean 是 np，对吧？variance 是 np e 减 p，然后我们等会做作业的时候会讲这个是怎么推导出来的。normal distribution 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一个 distribution，对吧？也叫高线 distribution，它呢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对吧？是一除以 sigma 根号二派，然后一的负 x 减 mu 括号的平方除以二 sigma 平方，对吧？
然后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对吧？就是把 x， 然后就减去 mean 除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对吧？这样的话，生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distribution， 它的这个 mean 呢肯定为零，那个，它的这个 variance 呢为一，对吧？然后我们如果想知道任何一个数值的这个 quantile 的话，我们需要把一个 z 值算出来，对吧？就是把你的 x 减去 mu 除以 sigma， 对吧？根据这个 z 值呢，你可以去查表。就你就知道，比如说 z 值等于一，然后它的左边的面积是多少，右边的面积是多少，对吧？因为左右加起来肯定一，然后呢，这个形状呢也是对称的，对吧？所以呢，你可以我们只用给定一半的值，就能知道另外一半的值其实是对吧？所以呢，有一些跟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相关的一些运算，对吧？查表啥的，然后我们要记住呢，就是 z 值在负一到一之间。这个里面呢是集中了68%的这个 probability，对吧？z 值在负二到二之间是集中了95%的这个 probability，这个是很常见的，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讲这个 Poisson distribution，对吧？就是一个 rare event for very long time，对吧？就好像扔硬币，这个朝上的概率特别特别低，但是你扔的特别多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朝上，对吧？就是 n 趋近无穷，p 趋近零，对吧？但是 np 呢？这个常数的话，它的这个 probability function 呢，可以变成一个这个样子，对吧？这个 x 呢是一个 discrete number，然后这个 distribution 它的 mean 和 variance 都是为 lambda，对吧？最后我们讲了一下三权利面 theorem，这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试题目，就是让你解释一下什么叫三权利面 theorem，对吧？就是有一个 population，我们想知道这个 population 的 mean 是多少，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去取 sample，比如说每次呢，我取 n 个sample 里面的这个 size 呢是 n，对吧？然后我把每个 sample 的这个 mean 都算出来了，那 sample mean 的 mean 呢，其实就是我这个 population mean 的这个 expected value，对吧？然后这个 sample mean 的这个因为我取了好多次嘛，对吧？然后呢，要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 population mean 呢，肯定是在这个以 mu 为中心，然后这个它的这个 variance 呢是 sigma 平方除以 n，对吧？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定义叫 standard error，就是 sigma 除以根号 n，对吧？我这里呢就是比如说 us，我这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说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比如说 usk，对吧？除以根号九，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 standard error 就是 standard error，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这个 population mean 的预计有多大的确定性，对吧？它越小，就说明我们越确定，其实是对吧？所以呢，sigma 越小，n 或者越大，我们都对我们这个 population mean 更加确定，对吧？然后根据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的这个分布，对吧？我们就知道有68%的这个 chance population mean 呢就分布在 mu 加减。一乘以这个 standard error 对吧？95%呢，这可能性呢是在mu 加减二乘以这个 standard error 对吧？这就是这个三权利面 theorem 它的作用对吧？值得注意一点的呢，就是这个 population mean，其实你不需要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对吧？任何 distribution 都是可以的这个三权利面 theorem 都会成立。OK，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就花了10分钟过来一下，然后我们讲一下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吧。我们看一下妥林做的作业，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第一题呢，就是说人群里面有30%是 O 型血，对吧？然后我找出100个人随机抽取里面，然后我想问里面有40或者40以上个人是 O 型血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对吧？你看，首先是呢，这是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对吧？就好像掷硬币一样，硬币朝上的是 O 型血，否则就是非 O 型血，对吧？所以呢，这 p 的是0.3，n 的是100，对吧？我们想知道它这个 x 大于等于40的这概率是多少呢？要等于一减去 p，x 小于40的这概率，对吧？小于40的概率呢，其实就你可以把0到39求和，对吧？然后从100个里面选 i 个，对吧？0.3的 i 次方，0.7的100减 i 次方，对吧？所以呢，这个可以算出来一下，对吧？你就
写个 loop 可以，对吧？然后你可以算出来是2.1%，对吧？当然了，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这个 CDF 啊，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把某位同学的积分这里有没有算一下。这是他做了一些 simulation，然后算出来是1.3%，对吧？然后其实也可以用这个 CDF，我看上一做了没有。用这个 CD 啊，你看上一这里的话就是写这个 loop 对吧？然后把这个概率给求出来的，哎，这个是怎么等于0.5了去了？OK，看一下它有没有 CDF 这个东西。上一你在吗？这个题目是吧？转。哦，CDF 在这里对吧？你看。对，所以呢，你直接用这个 CDF，它其实背后这个至少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 CDF 它的这个代码呢，可能就是这么写的，对吧？可能有点优化或者啥，但是呢，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会发现它们呢是完全是一样的。回到图灵这个作业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了这个 P。n 很大，然后这个 np 也很大，n 乘1.p 也很大的时候，就是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呢，它会慢慢接近于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对吧？然后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这个mean 呢，就是 np，对吧？因为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就是 np 嘛，然后它的 variance 呢就是 np 1.p，对吧？这个我们也说过，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np 算出来就等于30，np 1.p 呢，它这应该是 p 啊。然后呢，就等于21，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这个 mean 和 sigma 分别是多少，对吧？然后我们现在想知道这个 p 大于等于40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对吧？你看，图灵这里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其实，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意识到，因为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不是连续的，它比如说要么是39，要么是40，要么41，对吧？它不存在39.5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呢又是连续的啊，所以呢，它这里呢，你如果它大于等于40的话，其实我们最好取个39.5的话啊，然后呢，你就把这个39.5带进去，但你用40也可以了啊，但39.5会更加接近，到时候会发现，你把它这个 z 值算出来，对吧？z 值呢就是这个39.5减去 mean 除以 sigma，对吧？然后你把 z 值算出来是2.073，对吧？然后2.073呢，你把它的这个，你看跟 r 就特别接近了，对吧？如果是 R 的话，它的 CDF 应该是97.5左右，对吧？这个比 R 大一点点呢，它就98.0，对吧？这是大于2.70，小于2.073的，对吧？如果大于它呢，就是0.0192，对吧？你看这个1.92，这里呢是多少？2.1，啊，比较接近了，还是对吧？然后我们这里为什么要用大于等于40，然后变成39.5了呢？其实你看一下我们季坤同学这里做的一个图，就大概就知道了。你看，它这个 distribution 是长这个样子的。它的这个你可以用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把它罩住，对吧？是一个 envelope，其实，对吧？但是呢，里面它不是连续的，它必须是整数就跳变，其实是对吧？就是你大于等于40呢，就是说你包括40和不包括这个40呢，就差距很大，其实是因为这个40，比如大于40对吧？因为这个呢，它的这个 probability 比后面的那些都要高很多，其实是，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东西在里面。但如果我们 n 更大的话，那这个就会更接近，然后就是吻合的会更好一些，其实是。这是第二种方法，对吧？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说你可以去 simulate 很多这个这个 data 出来，对吧？你看，基本这里就是用了这个simulate 1万个数，对吧？就是做了1万次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实验，对吧？每一次扔100次，对吧？然后 p 等于0.3，对吧？所以呢，这个 x 呢是1万个数，你算出了这个 x 里面有大于40的概率是多少就行了，对吧？所以呢，你就 x 大于40，大于零，就生成一些 true 或者 false，对吧？你求一下 mean 就行了，就是1.31，对吧？然后呢，跟我们这里呢应该会是吻合的，对吧？哎，它这里是1.31，
这里为什么是2.2%？哎，看一下是为啥啊？大于等于40，对吧？这里呢，应该也是大于等于40，对吧？你看，哦，它没有这里大于小于减去40，大于等于0，对吧？啊，我们跑一下吧。如果是加上这个等号的话，它就应该是要更接近，而且要接近很多，应该是2.1%。对吧？你看，就是2.05%啊，所以就是这里没加这个等号啊，因为呢，就是它是有40个人是 O 型血的，这概率呢比41个人是 O 型的概率要大很多，其实是，所以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其实是，这是这个题目啊，大部分题目大家都做的挺好的，所以我应该快点讲一下。第二题呢，我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同学有问题，对吧？那就是利用这个 Bayes theorem，然后算一下，大概就是8.3%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如果有问题的话。第三题啊，这也是我自己出的一个题目，面试肯定不会这样去考大家了，就是说，只是想把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 PDF 看能不能简化成为这个 Poisson distribution，对吧？所以呢，要利用到这个 n 趋近于无穷，p 趋近于0这些东西，对吧？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看它是怎么推导的，这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才对。然后你看这里呢，也利用到了这个，自然对数一它的这个定义的这个公式，对吧？所以呢，它最后能够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啊。这个不花什么时间嘛。第四题呢，如果你去看了这个，网上的这个 solution 呢，就还是很简单的，其实是就不是很难了。但是如果你不看呢，还是我估计很少有人能够自己做出来。其实就是你要用两个这样的积分，比如说 A 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 A 的平方去算一下，然后呢转换一下坐标系，其实还得，对吧？把 x value 变成 r theta，就有点巧妙了。就是说，然后你就发现这个，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呢跟 theta 没关系了，变成，对吧？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就可以对 r 进行求积分。啊，然后刚好呢，这个 RDR 呢就变成 R 的平方，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它积出来，就是最后呢，刚好肯定是要等于一的那种，对吧？啊，其实这个函数它是没有不定积分的，但是它有负无穷到无穷是有定积分的，就是等于一，对吧？所以它也比较特殊，其实，所以你看这个是 normal distribution，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个 distribution 的 PDF 的这个公式，对吧？它里面又有派又有一，对吧？然后它做积分呢，然后要用一个这么巧妙的公式才能把它算出来。我都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其他积分要需要这样做才能把它做出来的。这是这个题目，最后一题啊，我觉得最后一题还是要稍微，就是你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而且你要知道怎么讲啊。这里我觉得图灵他做的特别好啊，就是虽然我没有说了，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讲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对吧？就是扔硬币扔 n 次，对吧？其实呢。这个硬币呢，你只扔一次，对吧？它也是一个 distribution，这个叫 Bernoulli distribution，对吧？就是 Bernoulli 是欧洲一个数学家，然后他们家出了一大堆数学家的那个 Bernoulli 然后呢，它有只有一个 parameter，就是 p，对吧？他们因为 n 等于一嘛，其实就等于是，对吧？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就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极限性是 n 等于一，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 effective value 是多少呢？那就是。其实它这里没，它这直接写出来就是一乘以 p 加上零乘以一减 p，对吧？啊，那就等于 p，OK。然后 x 平方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呢是多少呢？因为我们要算 variance 的话，就是 x 平方的 expected value 减去 x expected value 的平方，对吧？我们要算一下，我们先算一下 Bernoulli distribution 的这个 variance 是多少，对吧？这个 expected value 它的公式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 x 平方乘以它的概率。然后对每个可能性求和，对吧？它只有两种可能性，对吧？一个是朝上，那就是一的平方乘以 p，对吧？朝下啊，那就是零加上零乘以一减 p，对吧？所以呢，它的 x 和 x 平方，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都为 p，对吧？那它对于 Bernoulli 来说，Bernoulli distribution 来说，它的这个 variance 是多少呢？那就是p 减去 p 的平方，对吧？
因为这里要做一下平方，那就是 P 乘一减 P， 对吧？啊，然后他这里解释了，就是 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话，它是the sum of this 就是 Bernoulli distribution 做了 n 次而已，对吧？然后每一次呢都是独立的，这个非常重要，每一次都是独立的，其实是啊，所以呢，我看看，所以啊，你做 n 次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呢就是 p 乘以 n， 对吧？因为每次都是独立的，那我就把它相加就行了。然后 x 平方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它每次都是独立的，对吧？那我呢就只是把每一次的这个x 平方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相加就行了，那就是 n 就都在前面加个 n 就行了，对吧？所以算 variance 呢，就是前面多了一个 n 而已，是啊，这是最简单的这个证明这个variance 等于 np 一减 p 的这个方法啊。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个 Bernoulli distribution， 直接用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公式，那个公式比较复杂，对吧？就是在 n 个里面选 x 个，然后 p 的什么 x 次方乘以一减 p 的 n 减 x 次方，然后把它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就是有很繁琐的这个数学运算，然后你会发现到最后结果也就是 np 一减 p， 这是一个实际面试的一个题目，就是大家不仅要会做了，真的你也会讲，就是说这里数学其实很简单，其实对吧？都没有什么用，要太多运算的一些东西，但是每一步就是说你用了什么公式，这个公式从何来的，对吧？然后你又用了什么假设，对吧？比如说这里呢就假设，是因为每次 each trial 都是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对吧？然后叫什么？叫 IID， 对吧？叫应该是 identical and independent， 什么 D 是什么 distributed， 就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每次扔就是。就比如说你这次扔的结果跟上次扔怎么扔没的结果没关系，其实是对吧？有这些东西之后，你就方便你去做这些做这些 argument， 其实就是说，好，这是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就讲到这里吧。我们这一节课这个讲的内容还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要慢慢开始。好，我们今天呢就看一下我们这个课表吧，我看看有没有这里，在这里我们到了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啊，我这里应该标下时间，这个是 February 20 OK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会讲这个，花两节课讲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一节课讲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讲这个 model selection regularization decision tree 对吧， clustering k-means PCA这个呢，这些课呢，大概我六七节课呢是这个做模型伦理或者做统计模型最最核心的这些内容，对吧？所以呢，我们很多面试的问题呢都是跟这个相关。然后不管你后面比较复杂的模型呢，都是基于简单的模型来的，对吧？所以你要肯定把这些简单的东西都搞清楚、搞熟了，对吧？然后呢，你才能够 move on 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算法或者模型或者其他东西。OK。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现在开始吧。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呢 ，statistical modeling， 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data analytics 都是做了一些，比如说简单的 aggregation 啊，或者简单的 cleaning data 啊，或者简单的这个 data transformation 啊，或者 visualization 啊，这些东西，你可以认为就是做一个 data analyst 经常要做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个 data scientist 呢，要做的事情呢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我们可能要做一些 predictive modeling， 就是说。比如说credit card fraud detection， 对吧？你刷一次信用卡，信用卡公司都想预计一下这个刷卡是不是被盗刷了，对吧？因为如果是被盗刷了，然后这个信用卡公司没有被发掘出来，就是这个损失很大的，对吧？因为用户不用承担这个损失，是信用卡公司承担这个损失，对吧？但是呢你又不能太 conservative， 对吧？就是你别人没有被盗刷，然后你就认为人家去被盗刷了，对吧？然后呢，你就 decline， 这样的话，这个用户体验也是非常差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肯定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对吧？而且你这个模型好不好，肯定跟你的这个 business baseline 有很大，就是你跟你这个每年挣多少钱，肯定是直接相关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对吧？
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要预测，就是预测这个被盗刷的这个概率是多少，比如说对吧，或者预测一个房价是多少啊。所以呢，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一般大家认为分为三个部分，对吧？一个叫 regression， 就是我们都是由预测 x 去预测 y， 对吧？但是呢，这个如果这个 y 是一个 continuous variable， 比如说这个 house price， 那就是叫 regression， 对吧？如果这个 y 是一个 categorical variable， 比如说比如说有没有被盗刷，对吧？然后有没有得这个非典型肺炎，对吧？或者这是两种情况了。classification 的话，可能是可以适用于这个多种情况，对吧？比如说这个数值比如说写了一个数字，对吧？它是零还是一，对吧？还是八或者九，对吧？一共就十种情况下，对吧？那也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对吧？因为它直接有这个有限多个数的一个预测的 y， 对吧？最后一个就是说没有 y 就是有一堆 x， 对吧？有很多这个 sample， 我们只是想把类似的 sample 放在一起，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我以前做博士后的时候，就我们就生长很多这个材料，对吧？然后有很多各种不同的 composition 啊，它的合金，比如说这个很典型，就是比如说就是合金就是好几种元金属嘛融合起来的一种晶体，对吧？你可以认为然后呢就是然后晶体呢都有各种结构，对不对？然后那合金呢可能也有好几种结构但是呢你可能在大部分的时候你只要只是改变里面小部分元素的这个占比的话，它的最多就是晶格常数稍微变化一点点，它的结构不会变化，对吧？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把这些结构类似的这个 structure 或者数据都放在一起，对吧？然后变成一个 cluster， 像另外一种结构的它呢又把它放在另外一起，变成另外一个 cluster， 对吧？这就是一个 clustering 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应用，就是说它没有 y， 对吧？我们只是想把类似的放在一起，然后呢，能想看一下这个 data 的这个 inner structure， 一般呢是做这个 data pre-processing 的一部分，对吧？比如说我实验室收集了10000个数据，对吧？那我不可能人一个个去看这10000个数据，我可能就是把这10000个数据分成做一个 clustering， 就分成比如说5到6份，对吧？然后每份里面呢挑一两个我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大体知道我这个数据是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是 clustering 的一种应用的方法，对吧？其实是这个呢我们每个呢都会花一两节课去讲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要内容。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regression。这个 regression 我们除了就是一对 x 去预测 y， 对吧？我们呢首先是要定一下什么叫 feature matrix。我们还是拿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New York Taxi 这个 data 来做例子。比如说我们想预测一下每一个 taxi drive 这个 trip 它花费的这个多少钱，对吧？比如说这个 column就是花了钱，比如说每一个，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个 data frame， 就是说每一个every row is an observation， 对吧？然后 every column is a feature， 对吧？所以呢就是这是某一条打车的这个记录，所以这个 column 就是 y， 对吧？然后这些就是我认为比如说跟这个打的花多少钱可能相关的这些 x， OK。 然后有比如说有这里有三行三列，对吧？这个三行 m 乘 n 呢，就是 m 呢就是 number of observations， n 呢就是 number of features， 对吧？当然一般情况下这个 m 呢是远远大于 n 的，对吧？你记得就是我们之前这个 m 呢可能有一个月就100万，对吧？那 n 呢可能就几十几百最多了，对吧？所以呢这个 m 大于等于 n， 一般是远远大于等于 n。 然后我们也经常说这个 data 是叫 long format， 对吧？就是很长，但是宽度呢要小很多，对吧？相反的呢就叫 wide format， 是不一样的，对吧？对于这个 feature matrix， 我看看我们已经定义了，对吧？然后我们呢一般用这个 x 来代替，对吧？就用这个 x 代替。我们呢就是想通过一个找到一个函数 f， 就这就是我们这个 model， 它不一定是 linear regression， 其他的这个 model 也是可以的，对吧？我们给出一个预测值，预测值呢我这里用这个 y hat 来代替。
使得这个 y hat 呢是非常接近于 y 的，对吧？比如说，我认为这个人打的花了9块钱，对吧？他实际花了4块8，那我的误差就是1块8左右，对吧？如果我做了另外一个 model，我能够预测他是花了11块钱，那他的这个误差只有0.2块钱，对吧？那我这个 model 至少对于我这个 observation 来说就要好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肯定要用一个数学的一个单一的这个量来衡量这个 how close is close，对吧？就是要多接近，对不对？而且呢，要对所有的observation 接近，而不是说这一两条接近，对吧？这个你肯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均，对吧？然后这个选择呢也很多，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你的想法呢，就是你可以把 y 就是你看这个 i 我这里还没有定义，马上就会定义，就是 i 呢就是第几个 sample 的意思，就第几行的意思，就是所以呢 i 呢是从一取到 m 的，对吧？从一取到 m。所以对每一个 i 来说，我们也都算出这个预测值和实际值，对吧？然后呢，我们算一下它们这个 difference，它的绝对值的差，对吧？这个差的绝对值，对吧？然后求一下和，对吧？可能呢前面呢你还做个平均啥的，那当然平均是一个常数，就做不做都可以，对吧？这呢就是一种方法，就是我呢这个叫 absolute error，对吧？另外一个 error 呢就是 squared error。比如说，我用这个 yi 减去 yi hat 括号的平方，这样的话也是求一个和，对吧？这两种方法哪种好呢？其实你用哪种都可以，我觉得就是说，都能够满足，就是当 yi 和 yi hat 比较接近的时候，它的这个 error 就比较小，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这个 squared error 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函数，你看我们这个绝对值，我们刚才讲，之前就讲过。它在很多地方都不是 differentiable 的，就是对吧？它有很多这种不光滑的地方，其实。所以呢，我们用很多这种 differential calculus 的方法呢，就不太好适应，就是所以呢，我们一般会用的这个括号的平方就是这样一个 error term。OK，等一下呢，我们会去定一个正式的一个 cost function，就是根据这个来的。OK，所以呢，我们这个 linear regression。我这里呢就是 with a single variable。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预测这个价钱，我们只用这个距离，对吧？因为这个距离是最容易，你想打的跟什么有关呢？那最重要就是跟距离有关系，对不对？可能呢跟这个打的的这个，我这里就随便写了另外两个，就是它的这个，哪个时刻段有关系，对吧？因为，比如说。在上下班高峰打的的时候，它就比较慢，对吧？虽然距离可能走的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因为这个出租车，它等红灯的时候，它也要收钱，对吧？有等待费用啊什么这种，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 payment type 可能也有关系，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了用 cash 付钱的人，就是至少小费没有显示在这里面，对吧？这种 credit card 付钱的人又有小费显示在里面，所以呢，肯定跟这个最后显示的这个费用呢也有关系，对吧？但是呢，我们这里呢，为了这个数学表达的个方便，我们只用一个 distance，就是只用这一个 column 来做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结论呢去推广到有 n 个 feature 的时候，对吧？n 个就是 number features，我们现在只考虑 n 等于一，对吧？OK，所以呢，我们呢是要预测两个 parameter。我们说了，因为是 linear regression 嘛，那就是 yi hat 是跟 x 是成线性关系的，对吧？你想线性关系的话，在二维空间里面就是一条线，对吧？一条直线。这个直线呢有两个 parameter，一个呢就是它的 slope，就是这里的 theta e，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截距，就是 intercept，就是它的这个 theta 零，对吧？所以呢我的模型呢就长成这个样子，只是我不知道这个 theta 零 theta e 是多少而已，对吧？它是一个常数，我这是。to be determined 对吧？然后呢，这是对 i 等于一到 m，就是对任何一个 sample，对吧？observation 我都能给出一个预测值，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预测值跟实际值去比较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用这个 squared error 比较好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东西叫 cost function。cost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cost function 就是衡量你这个，你可以认为就是衡量你这个 model 做的好不好，或者说你这个 parameter 选择恰不恰当，对吧？你看我如果 cost function 长成这个样子的话，你看它是一个平方和，所以这 cost function 永远是大于等于零的，而且就是当 yi hat 跟 yi 越接近的时候，这 cost 越小，对吧？所以呢，它呢就能够满足我们这之前的这个要求，对吧？就是越接近我的 cost function 就越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是跟我们第 differential calculus 那节课讲的相关的，就是因为这个 function 它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我等会儿应该会去讲convex function 就是而且它是在任何地方都是 convex。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开口朝上的，它没有这种 local minimum，它只有一个 global minimum，对吧？就不会存在因为我们到时候要用一些这个优化的 optimization 的一些方法，它有可能会 stuck 在这个 local minimum，但是这个 function 没有这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抛物线，对吧？它就只有一个 local minimum，OK。所以这个 cost function 的选择也是讲究的，对不对？这个呢也是可以，就是面试有可能会问到的，对吧？它有什么性质呢？就是它肯定大于等于零，然后呢，它的预测值跟实际值越接近的时候呢，这 cost function 肯定是越小的，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这 cost function 肯定是convex，对吧？就在任何区域都是 convex，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很多这个optimization 的方法，对吧？是这个，OK，所以呢，我们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个 cost function 就长成这个样子。我们这个 y hat 不是等于这个了吗？我就把它放进去，对吧？这个很容易记啊。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 theta 零、theta 一，使得这个 j 最小，对吧？因为我们这个 x、y 都已经给定了，就是我们的这个 feature matrix 这里面的这些数值，对吧？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找 theta 零、theta 一，使得这个 j 最小啊。当然，我们前面这里有个系数。叫一除以 2m，对吧？这是一个常数所以呢，你不用太管这个 m 在这里呢，肯定是做一个平均，对不对？这个 r 在这里呢，其实无所谓，对吧？因为如果这个 cost function 最小的话，它除一个常数也是最小的，对吧？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在你们公司的年薪是最高的，那他每一张 paycheck 的钱肯定也是最高的，对吧？suppose 就是每个人都是干一样的，都是 full time employee。当然，我这把 r 放在这里呢，等会就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做 derivative 的时候，就 x 平方不是等于 2x 嘛？这个一阶导数的话，就刚好把跟这个 r 给相消掉了，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convenience 这个作用。OK，好，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些看看东西，就是一个 intuition，就是说我们怎么取这个 theta 零、theta 一，对吧？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 x 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 taxi driver 他的这个走的里程数，y 呢就是花的钱，对吧？那你想，然后这些点呢，就是我的这个数据点，对吧？就是你走的旅程越多呢，他肯定花钱越多，然后呢，他可能有个起步价还是啥的，对吧？所以他在这里有个稍微有个截距一样，对吧？我这里呢，比如说又画了三条线，一个 a，一个 b，一个 c，对吧？这就是我的 model，对吧？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 model 呢都是线性的，对吧？所以呢，A、B、C 都是线性的。但是呢，你能知道这个 A 肯定是最好的一个 model，对吧？因为它的 A 上的这些点呢，离这些数据点是比较接近的，对吧？但是 A 这点，你看，在任何，比如在这个数据吧，它给去了这个预测值的 y hat 就在这一点，你看见吗？就对于任何一个 x 来说。它的预测值在这里，对吧？它实际在这里，所以这个打虚线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误差，对不对？但如果你用这个 B 或者 C 的话，它的误差就更大了，对不对？在这里，它误差特别大，对吧？所以 A 肯定是更好的。然后这个 theta 零、theta 一的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 theta 零呢就是它的这个截距，对吧？theta 一呢就是它的这个 slope，就是这个角度的这个 tangent，对吧？好，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找到这个 theta 零、theta 一，对吧？找到一个像 A。这条直线一样的这个 model 对吧？使得我们这个数据呢是均匀分布在我们的这个直线的这个附近的对吧？
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找到这个 C 等于 C 加一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发现这个 A 这点的这个 cost function 是要小于 C 或者小于 B 的，对吧？因为呢，这个数据点呢是离 A 最近，离 B 和 C 都很远，对吧？所以呢，它这里 B 和 C 呢这个项呢就会比较大啊。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说吧。就这个2m 分之一，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其实它没有意义啊，就是你不写也没关系。但是 m 呢，就是做一个平均，你可以认为因为比如说 m 可能有100万个数，对吧？100万个相加，它比如误差是一吧，就是比如某个 model 对吧？它预测值大概是差距是一，对吧？那就变成100万，对吧？你平均一下，你就知道它大概就是每个点它的误差呢，大概就是1块钱左右，对吧？对，然后就这个二它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做这个 cost function 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把它最小化，它这 cost function 等于多少其实没什么意义，然后我刚才说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年薪最高的话，他的每张 paycheck 肯定也是最低最高的，对吧？对，等一下你就能知道我为什么有个这个 R 在这里，你没有这个 R 也是完全可以的，其实是。好的 ，OK， 等一下我们也能看得到，然后我刚才说了这个 J 呢？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everywhere， 对吧？你可以自己去算，对吧？你可以，我们大家还记得这个 convex 定义吗？就是二阶导数等于零，大于零的地方就是 convex， 对吧？所以呢，你对 J 呢，对 theta 的平方，对 theta 求二阶导数，对吧？你可以去算一算。我这里简单，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验算一下，就theta 零的二阶呢 ，theta 零的二阶就等于一，然后 theta 一的二阶呢会等于。就 xi 的平方求和再除以 m， 那也是大于零的数，对吧？所以呢，它都大于零，所以呢，它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就是跟 x 没关系，它在任何地方，跟 theta 都没关系，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大于零的，就是说，所以呢，有个 global minimum， 就不存在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一样，对吧？它有 local minimum， 你看这里的这个函数的话，你看这里有 convex， 这里有 convex， 但中间呢有个 concave 的这个区域，对吧？如果只有 convex 的如果一个函数处处都是 convex 的话，它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就简单，非常简单，对吧？好，另外一个方法，我们这里呢，今天讲的这概念会比较多，然后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这些东西我们这里呢做另外一个图，是一个 contour plot，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function， 就是任何一个 theta 零 theta 一，如果 theta 零 theta 一确定了，它就会对应于一个 j， 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 x 和 y 呢分别是 theta 零 theta 一，对吧？然后对任何一点呢都会对应一个 j 值，对吧？我们就把相同的这个 j 值给画出来，然后做一个等高线一样，这个叫 contour plot， 对吧？大家如果比如说你登山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些山峰的等高线，对吧？比如说这是经度，这是纬度，然后呢有一圈就是比如说800米高峰，800米的等高线在这里。900米的等高线在这里，1000米等高线在这里，然后最中间那个点呢，那可能就是山峰的这个最高点，对吧？我们这里呢也是非常类似的就是只是呢这个点呢就不是最高峰，而是最低点就好像一个碗一样，你可以认为是，比如说这一圈就是 cost function 都等于10的，比如说，然后下面一圈呢就是都等于8的，对吧？然后再下一圈呢是都等于6的。这中间的一个点呢，可能它都等于4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点然后我们这个 C.0 C.1 呢，就叫我们的这个 parameter space 就是我们一开始根本不知道 C.0 C.1 应该等于多少，对不对？我们只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找这个C.0 C.1 等于多少，对吧？就是找到这个最中心这个点，对吧？比如说这个直线 A 可能就对应了这个点。B 和 C 呢，就可能对应的很外面的一个点，对吧？这个 parameter space 在这里呢，就是个二维的，对吧？当然，在大部分情况肯定是个很高维的，对吧？是 n 维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找这些点。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必须要用一个简单的一个 single variable， 就只有两个 parameter 嘛，否则我们这个 contour plot 都没法做，对吧？在这里。当然呢，从二维推广到高维呢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C 等于 C 加一是多少，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用数值的方法去找到这个 C 等于 C 加一是多少。我们一开始呢，就是随机去 assign 一个 C 等于 C 加一的这个值，就好像是一个碗一样，你可以认为。然后呢，你在碗，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放一个玻璃球一样，对吧？那玻璃球，你一放，对吧？它就慢慢滚，就会滚到这个碗的最中间去，对吧？啊，不管你是一开始放到哪里，它都会滚到最中心去，对吧？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啊，现在问题就是说，你随机取初始值没关系，对吧？但问题是它怎么滚呢？你这个算法是啥呢？对吧？怎么迭代呢？啊，这个就涉及到很多这个优化的这个方法了。我们这里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优化的方法，叫 gradient descent，中文叫坠速下降法。啊，然后这个呢是牛顿发明的，叫 Newton's method。啊，这个呢，其实是你想牛顿发明，那可能是40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就知道大家知道要这么做了，对吧？当然，400年前呢，我们还没有计算机，对吧？就没法用计算机实现，只是他只是给大家一个 idea，对吧？给一个算法然后呢，然后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 optimization 的一个方法啊。当然有很多其他很高级的方法啊，我们。这个 camp 呢，你只要掌握这一个就可以了，你只要理解这个都可以了，其实是，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个 C 点零 C 点一我不知道是多少，对不对？然后呢，我就随机取一个点，然后呢，我去不断去迭代，就比如取这一点，然后迭代了跑到这一点来了，你找到这一点了，你找在不断的去找，对吧？跑，然后直到最后它跑到这里基本上不动了就 converge 了，对吧？然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 C 点零值和 C 点一值，OK，当然我们这里不仅要对 C 点零做迭代，也要对 C 点一做迭代，就是两个 parameter 都要做迭代，对吧？我们这个 Newton's method 呢，我们先只考虑一个 parameter，作为迭代，所以呢，我先把这个二维的这个图呢画成这个一维的这个图，这个样子。我们说不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吗？就这个样子，对吧？就它很简单，就有一个 theta minimum 在这里，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在哪里。然后我这个 theta init 就是我随便取一个地点，OK，随便取任何一点都 OK，对吧？然后呢，我就不断去迭代，去找到这个 theta minimum。怎么迭代呢？是这么做的，就是你一开始随机取一个 theta init 对吧？然后接下来你用这个公式去迭代就是 theta i 加一等于 theta i。这个 i 和 i 加一呢是时间的关系，就是就第几步，就是第 i 加一步等于第 i 步的位置，再减去 alpha 乘以这个 cost function 在 theta i 这一点的一阶导数的值这个为什么可以能够 work？OK 你就不断去做这个迭代，就是 theta i 呢就 c 就一 t 等于零呢。推出 theta 一在哪里，t 等于一呢？又推出 theta 二等于多少在哪里？一直不断去找，对吧？直到你到这里的时候，它就基本上不会太动了。这个时候呢，theta i 和 theta i 加一呢，就基本上就非常小了，就是小于一个 epsilon，非常小的一个 number。或者你也可以用就 cost function 在 i 第 i 步和 i 加一步呢，也是差距非常小了，就 converge 了然后我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公式为什么能够 work？我这里呢，先用两个 argument。第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方向和大小，对吧？比如说我初始在这里，你想我初始在这里，我肯定是想往左走，而不是往右走，对吧？但是呢，你看这个公式，你就能够明白它能够是往左走，对吧？因为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函数它的这个一阶导数是正的，对吧？它的这个 slope 是正的，对不对？然后乘以 alpha 也是正的了，alpha 是个，等一下我会是个常数，特别小，OK，所以呢，肯定是上一步减去一个值等于下一步的值，对吧？那就是肯定是往左走，对不对？所以你至少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在左边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初始值在这里，那在这一点的话，它的这个斜率是负的，对不对？它的这个一阶导数为负，那这里负负得正，对吧？那就是下一步会比上一步呢更大一点点，对吧？那就是它就会往右走，对不对？
就是它如果在这个左边呢，就是往右走；如果在这个右边呢，就是往左走。所以它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对吧？第二个我得说的就是说它的这个 step size 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一点的时候，你那个theta minimum 还很远，对不对？所以你这一步最好走快一点，然后你越近的时候你就走慢一点，对吧？否则你一下就冲过去了，对吧？它这个公式呢也能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说，你看它在这个离它比较远的时候，它这个斜率很大，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每一步迈开的步伐呢都会比较大，但它离这个不管在左边还是右边呢，就是说，如果它在离这个几小时很近的时候，你看在这里，它这个斜率特别小了，对不对？它特别小的话，它每次改变的这个值，西塔改变的值也是非常小的，对吧？所以呢，它就会速度比较慢。OK， 所以你要我们要记住这两点，就是不管是它的这个 step size 还是它的这个 sign 都是能够吻合我们这个 intuition， 对吧？这个 gradient descent 就是这么奇妙，它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OK， 我之前呢举了一个例子叫 analogy，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房子在一条街上，比如说在我们找我们家吧，叫1288号，对吧？比如说你从来没来过我们家，对吧？你要找1288号这条街上啊，你开到这条街上了，对吧？你看到，比如说你看到100号了，对吧？然后你接下来看到了150号，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个门牌号不断增加了，对不对？如果你是先看到100号，然后看到50号你就知道不对了，你感觉掉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方向很重要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速度也很重要，对吧？如果你是到1288号的时候，你现在比如看到100号，你肯定是想开快一点，对不对？因为你还隔了1000号了，对吧？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1280号了，对吧？那就可能只差几个号码了，这时候你肯定是要慢慢开，对不对？你现在肯定不想开得特别快，对吧？否则你一开一脚油门一过去了，变成1300多号了，对吧？然后转过头来又一脚油门一看，又1100号了，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附近来回转了，对吧？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去 converge， 所以呢，我这里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个 gradient descent 为什么能够 work， 这个公式为什么可以行，对吧？它到最后converge 这个条件就是 theta i 和 theta i 加一非常小，对吧？然后呢？你看这里，如果这个 theta i 和 theta i 加一特别接近的时候，那这项不等于零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f 在 theta 这点的一阶导数就等于零，对吧？你看这个也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过，就是一个函数你要找极小值，就找极值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把它的一阶导数算出来，对吧？然后 theta 等于零，那这些地方呢，就是极大值、极小值或者 saddle point， 对吧？然后这里因为它是一个 convex function， 那它可能二阶导数都大于零，对吧？那肯定就是一个极小值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点也是吻合的，对不对？就是它在 converge 的时候，这个 derivative 呢是非常接近于零的，对吧？这样肯定有同学会问了，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这个 cot function 是长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解析的形式，对吧？就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就不把它的这个一阶导数算出来，然后theta等于零解这个方程不就行了吗？对吧？为什么要用一个数值的方法，这个去解一个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有一个解析的方法，有个数值的方法，等一下我会去讲为什么我们要有，就是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至少是用这个数值的方法去解的这个东西。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里还强调了这里有个阿尔法，对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阿尔法是多少，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常数，对吧？它是啥呢？它叫 learning rate， 这是一个 hyperparameter。 OK， hyperparameter 跟这个 parameter 就是不一样了，对吧？ parameter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C.0 C.1 就是 parameter， 我们就是找到 C.0 C.1 大概是等于，就是确切等于多少，对吧？ C.0 C.1 是有一个确切的解的，其实是比如说这个公式你把它解出来，它就有 C.0 C.1在这个值上面，那就比其他值要好，对吧？但是这个 hyperparameter 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呢只在一个 range 里面就可以了，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比如说 0.1 就肯定比 0.11 要好，这种事情它不存在这个事情。
就只是在一个 range 里面就可以了，就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理解这个 alpha， 就是你想 alpha if is too small， 对吧？如果 alpha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你看如果特别特别小，就比如10的负八次方，10的负十二次方这种，那每次 theta 零呢，就 theta 呢都改变的特别特别小，对吧？你像从这里开始的话，它可能是像比如说这点，它就像蚂蚁一样，就慢慢去爬到这个点，对吧？你肯定不希望这样，你可能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去 converge 到这一点，你不希望，你可能就希望花一两秒钟就到这一点，对吧？所以 alpha 不能太小，对吧？ alpha 同理也不能太大， alpha 太大的时候，它每一步迈开的步伐就特别大，对吧？每一步都改变的特别大，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像这个样子， alpha 比较大的时候，你看它如果本来在这里，它特别大，一步就迈到从这个左边一下就迈到右边去了，对吧？然后呢，在右边的时候，它又呢一步又迈到左边去了，就是它可能是来回震荡，对吧？但是呢，它还是有可能是 converged。但是 alpha 如果更大的话，它有可能从这里一步就迈到这里去了，对吧？它这 cost function 反而还 cost 还增加了，对吧？然后呢，这一步呢，它又你不断去做 iteration 的话，它会 cost function 越来越大，就直接出去了，对吧？它永远都没法收敛。就是，所以 alpha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吧？我们就用这两个图，这个做蚂蚁的那个图呢，我就没画，就不好画了，对吧？我就没画。就是说证明它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我们以后就会慢慢去想这些 hypermeta 应该是怎么选取，对吧？Back to our question， 我看看。这里我要说的是啥 ？OK， 我们这里还只是讲了这个 gradient descent 是怎么做的，对吧？对于一个 convex function 的话，你应该是怎么去迭代，找到这个最佳的这个 theta， 对吧？我们你看这里只有一个 theta 嘛，对吧？我们实际要解的是两个 theta， 对吧 ？theta 零和 theta 一，所以呢，我们对 theta 零、theta 一呢，我们都需要用这个公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f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ost function 就在这里，对吧？我们都带进去，我们看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对吧？你看 back to our questions， 对吧 ？theta 呢就是这么迭代的，对吧？就是用 theta 减去 alpha， 趴下 f， 趴下 theta， 去迭代，对吧？那 theta 零的话是怎么迭代的呢？你看我们这里 f 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 cost function， 我们刚才讲了，然后呢把 theta 零带进去，对吧？那减去 alpha， 你看 f 对 theta 零求偏导的话，我们刚才不是已经练习过了这个求偏导的这个方法，对吧？那就是这里，比如这里是个 u 的话，这一堆东西括号里面是 u 的话，那 u 的平方求偏导就是 2u， 对吧？那 r 跟这个 r 就抵消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里写个 r 的这个原因，其实是，这个就抵消了，对吧？然后这个 m 呢还在这里，那我把 m 移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 u 呢就把它抄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u 呢再对 theta 零求偏导，那就等于一，对吧？因为它前面系数为一，所以呢，就这里就没有了，就其实是乘于一了，对吧？这就第一次，这就 theta 零就应该是这么做，就这么求 theta 零的值啊。theta 一呢也是非常类似的啊，唯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 u 还要对 theta 一求个偏导，对吧？因为我们要用这个 chain rule 嘛，对吧？我们不是说过这个东西 ，chain rule theta。u 对 theta 一求偏导的话，它的这个导数是 xi， 对吧？你看这 xi 是个常数啊，就是我们现在只有 theta 零、theta 一是不知道的啊。虽然我们这个 xy 看起来不像常数，但实际是个常数啊，它都已经确定了，对吧？就是我们 Fisher matrix 里面这些东西。OK，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式和二式就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随机抽取选取一个 theta 零 theta 一的这个值，然后慢慢去迭代，对吧？然后去找到这个最佳的 theta 零 theta 一的值，就是我们用这两个公式一次二次去迭代就行了。OK， 然后我们这个 xi 是我们这个 feature matrix， 对吧？我们这里只有一个 feature 嘛，对吧？我们做了只有一个 trip distance， 比如说我们只有三个记录的话，这个 xi 就长这个样子。i 呢就是代表是你是第几个 sample， 对吧？我们对，我们还说一下 ，i 呢一般是代表是第几个 sample，
J 呢一般是代表第几个 feature，对吧？所以 I 的取值范围呢，一般是从一到 M，那个 J 的取值范围呢，一般是一到 N 啊。这都是一些 notation 啊。你看啊，然后这个14和20是非常相像的，对吧？你看，它唯一的不同呢，就是这里是乘以一，然后这里乘一个 XI。你看 XI 是它的一个 feature，对不对？就是 trip distance 这个 feature 啊，我们呢其实可以把一也看成一个 feature matrix 的一个 feature，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一四二四给统一起来啊，所以呢我们加一个新的 feature，叫一个常数的 feature，然后这个 feature 里面都是为一，然后呢也有 m 个，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一四和二十给统一起来写成，我看看这个式子。啊，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式子怎么推出来呢，也没有太多关系。稍微你要稍微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刚才说这是第 j 个 feature 的这个 theta 怎么求呢？就是 theta j，就下一步的 theta j 是等于上一步的 theta j 减去 alpha m，对吧？然后再乘以对所有的 sample 求和，对吧？你看所有 sample 求和，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误差，对吧？就是预测值减去实际值，你看这就是预测值减去实际值，对吧？然后再乘一下第 i 个 sample 的第 j 个 feature 的值，你看这里的话，因为只有一个 feature 嘛，所以呢，它呢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第 i 个 sample 在第一个 feature 的这个值，对吧？所以这里呢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里就写出了一个 multiple feature linear regression 的一个公式，就是做 gradient descent 这个公式啊。如果你现在没有听得太明白，你要回去好好想想，自己在一张空白的纸上，看能不能推出来啊。它的这个公式是写成这个样子的，OK，然后你看这个前面这里稍微复杂一点点，就是第 i 个 sample 的它的预测值是多少呢？那呢？是等于这样一个公式，就是 theta 零乘以，你可以认为是 x i 零加上 theta 一 x i 一加上 theta 二 x i 二，那么这就是 d i 个再减去 y i 对吧？这就是 d i 个 sample 的这个误差你看这里 x 的话，它既有上标又有下标对吧？因为我们出了一个 feature matrix 的话你想一个 matrix 它有第几个 row，第几个 column，对吧？它也是两个标，对不对？你看它的这个 i 呢，就代表是第几个 sample，j 呢就代表第几个 feature，所以呢，我们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东西，其实是 OK。你看 xij 就是第三 i 个 sample 的第 j 个 feature 的值是多少，就这样子我们这个 feature matrix 现在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两个 feature，一个是 distance，就是你花了多少距离，对吧？多少 mile。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 peak time，比如说这是一个 dummy variable 吧，要么是一，要么是零，什么这种，所以这有两个 feature。然后我们说了，我们要加一个常数的 feature，对吧？这样的话，我能把所有的这个做 gradient descent 这个公式给统一起来，就是。所以呢，我在前面都加了个一，这就是常数的这个 feature，对吧？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feature matrix，我们之前不是 m 乘以 n 位的吗？现在我们变成了 m 乘以 n 加一位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 column 多了一个 column。所以呢，是从 n 呢就变成 n 加一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 feature matrix 长成这个样子。然后大家要理解这个每个 xij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x11 是等于多少呢？那就是等一下我想想，这个有点绕啊。你看它的上标就是第几个 sample，那叫第一个 sample 对吧？第一个 sample 就在这里，对吧？然后呢？是第一个 feature 对吧？第一个 sample 的第一个 feature 我们呢这个常数呢，你可以认为第零个 feature 吧？你看这第零个 feature，第一个 feature，第二个 feature，然后这是第一个 sample，第二个 sample 怎么做对吧？所以呢 x11 呢，在我们这个情况下呢，是等于2.5的对吧？它呢就是第一个 sample 的第一个 feature 对吧？就是2.5在这里。比如说 x20，那就是第二个 sample 的第零个 feature，那任何一个 sample 的第零个 feature 都为一对吧？所以它大概是长成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是
第一行就是第一个，就上边都为一，对吧？第二行上边都为二，第 m 行上面都为 m，对吧？然后第一列呢，下边都为零，然后下边都为一，然后最后一列呢，下边都为 n，对吧？如果你能够学会这种比较抽象的这个数学语言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化简这些式子的，就是化简这些式子，就是你看，否则我们比如说有十个 feature，那我们要岂不要写十个公式，对吧？实际上这些公式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你写一个公式就可以了。我看看，等一下，我应该会去讲一下这个公式这个矩阵形式，其实是这里呢我们就不仅把这个这怎么做 gradient descent 可以大家讲出来了，对吧？就怎么迭代 t.0 t.1，然后我们又推广到了有n 个 feature 是怎么办？就是用这个公式去推广了，对吧？如果你把这个公式理解了，你这个multi feature linear regression 的 gradient descent 就能够理解了。OK，我们这次作业呢，就是让大家去 implement 这个公式，其实是好，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在做 linear regression 之前可能要用到的一些东西。一个东西呢叫 feature scaling，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 feature，比如说我们想要预测一个房价吧，比如说有个 feature 是这个房子多少个 bedroom，那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什么这种。对吧？然后另外一个 feature 呢是这个房子多少 square feet，那可能有3200、2500、1200，对吧？你看这个 feature 它的这个 range，它的这个数量级就比这个要高了3个数量级，对吧？因为平均大了1000倍左右，对吧？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mean 有很大不一样，对吧？可能有另外一个 feature，它的也是12左右，对吧？也是接近于一的，对吧？但是它的这个 variance 特别小，对吧？你0.001、0.002、0.15，比如像这样子的话，为了使得在我们做 gradient descent 的时候，每个 feature 它的这个importance 都差不多，我们很多时候要运用一个 feature scaling，怎么办呢？就是对于任何一个 feature，我们都减去这个 feature 的这个 mean，再除一下这个 feature 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对吧？我们讲过这个 mean 是怎么定义的，讲过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是怎么算出来的，对吧？就对每个 column 做一个同样的一个操作，这就是非常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变成一个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对吧？就是 x 减去 mu 除以 standard deviation 就变成一个 z 值一样的这种操作，对吧？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做 scaling？我们回到看一个这样一个图吧，哪个图？这个图，你看。这个图的话，我画呢就画出一个像一个椭圆形状的，对不对？但是，实际情况下，如果你不做 feature scaling 的话，它这个contour plot 可能是特别特别狭长，可能是像一这样子一个个一个 contour 一个等高线一样，对吧？然后下面一个又是这样，它这样的话，它在一个方向上的这个。就是阿尔法，因为它是一个数嘛，对吧？阿尔法在一个方向上可能很大，另外一个方向很小，所以呢，它很难收敛，很难 converge，其实是它可能就在一个方向上来回震荡，然后就很慢很慢的才能跑到这个最中心的这个值上面去所以我这里写了这个为什么做scaling，对吧？一个是 facilitate the choice of hyperparameters like alpha，对吧？因为我们有很多个 feature，每个 feature 可能需要的这个 alpha 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它的这个 range，这个 mean 或者 variance 差距很大的话，对吧？那你最后选哪个 alpha 呢？对吧？这个 alpha 对这些 feature 可能小，对另外一些 feature 就太大了，对吧？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不想让这个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governed by some features，就是有些 feature 可能在你的这个算法里面会 dominate 另外一些 features。比如说，你看这个 x 这里的话，这个 x 可能是有点作用的，对吧？但是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常数项一样，就感觉都是一，对吧？所以呢，你不有时候可能是会有用的，对吧？所以呢，你不想让你的这个算法呢忽略掉这些有可能有用的这些 features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跟地点相关的，就是说这个 algorithms 呢 converge much faster with scaling，就是说如果你不做 scale 的话，alpha 很难取，对吧？所以它 converge 会比较慢。
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理论性的这个东西特别多啊。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就是讲 implementation， 就不会讲新的 idea， 就只是讲怎么实现这些 idea， 然后用具体的 code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alpha 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怎么判断它的 converge 条件什么这个东西。OK， 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 linear regression， 其实它有很多这个assumptions， 我下节课可以讲一下这些 assumption。当然你可以想最重要的一个 assumption， 这个就得线性啊，对吧？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打车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打车的这个价钱，是线性，对吧？这个可能你还能够理解，对吧？但是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做了一个 model， 就是人的身高和他的年龄是成正比的，这个明显不是成线性的，对吧？可能小时候呢，随着身高增加了，每年长个好几厘米，对吧？但是成年之后呢，基本就不会再长了，对吧？老年之后可能还会下降，对吧？这件很明显不是个 nonlinear 的一个关系，对吧？那如果有这种 nonlinear 的关系，你怎么办呢？你怎么用 linear regression 呢？其实还是可以用 linear regression， 对吧？你可以有好多种方法，对吧？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生成一些 higher order 或者 interaction term， 比如说它对 x 与 xr 分别可能不线性，对吧？那你可以加一个 x 的平方、xr 的平方，加上 x 与 xr， 对吧？这个呢就有些 higher order terms， 一些 interaction terms， 然后呢你再对相当于是你加了一些 feature， 对吧？然后呢你再去做 linear regression， 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叫 spline terms， 我看这里写吗？我没写你可以生成一些 spline terms， 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可以认为人的身高和年龄在0到8岁是线性的，8到20岁是线性的，20岁以上也是线性的，对吧？它呢是分段线性，对吧？比如说我的这个x1 呢就是 age， x2 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age 减8，就是 age 如果大于8岁的话，它就是 age 减8，对吧？如果小于8岁的话，它就没有这些不存在，对吧？x3 呢就是作用于age 大于20的时候它的一个feature， 你可以认为，对吧？所以呢我们这里本来只有一个 feature， 现在变成三个 feature， 对吧？因为它分别对应了三段，其实是然后呢其实每一段它的这个 slope 你都能算出来。我这里有个 typo， 其实是比如说第一段我想想比如说在小于8的这一段，小于8的时候你看看这个 x2 x3 都不存在，对不对？所以呢它的这个 slope 就是 θ1， 所以这里应该是 θ1 我写错了这里应该是 θ1。如果是8到20岁的时候这个 x1 还在，对吧？ x2 也在，对吧？它的这个系数是 θ2， 对吧？ x3 不在，对吧？所以它的这个 slope 呢应该是 θ1 加 θ2， 这里也写出了应该是 θ1 加 θ2， 对吧？所以呢它这一段的和这一段这两段的这个 slope 就不一样了，是吧？同理第三段的 slope 也会不一样，它最后做出的 model 可能是像这个样子，可能就比较接近于我们真实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大于20岁之后它的这个 slope 就特别特别小了，对吧？前面的 slope 可能会大很多，对吧？这样的话把一个不线性的一个 feature 你通过分段，对吧？可以使得它也能够利用到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些东西。 OK， 这里讲的是 how to create a non-linear term， 对吧？这也有可能是面试有可能会问到的，对吧？但是有同学会问你怎么知道这个是8、20呢，对吧？你怎么找到这些节点呢，对吧？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先比如说不是你有很多数据点嘛，对吧？你把这个数据点都做一个图出来，对吧？你看这个数据点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 cutting point， 对吧？叫 nodes， 对吧？ nodes， 然后呢你就选这些作为你的这个nodes， 然后呢生成一些新的 features， 然后再用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是可以的，对吧？好，我们这节课最后应该是最后了吧？对，我们要讲一下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 solve 这个 e 阶导数等于零这个问题呢？对吧？的确，你是可以这样做的，怎么做呢？我们这个 j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j 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就是error term 的平方，对吧？我看看还在哪里，在上面了，对吧？在这里，对吧？
你看，就是预测值减去实际值的平方，然后求一个平均，对吧？其实这个 J 也可以显示成为这个矩阵的这个形式啊。你看，我们的这个 X 就是我的这个 feature matrix 啊，它是 m 乘以 n 加一维的，大家还记不记得？Theta 呢就是我的这个parameter，对吧？我有多少个 feature 就有多少个 parameter，那就有 n 加一个 feature，对吧？n 加一个 parameters，对吧？这就是 x theta，就是我的这个预测值啊，而且呢是对所有的 sample 的这个预测值，因为这两个矩阵相乘的话，它会变成一个 m 维的一，就是 m 乘以一维的一个矩阵，对吧？然后减去 y，对吧？这样的话，我这里就不用写什么求和符号什么那种东西了，对吧？然后它的平方，对吧？在这里的话，要你做个 transpose 在，因为你去检查一下，等一下我会去检查这个 dimension，对吧？x theta 的话，它的 dimension 是m 乘一，对吧？y 呢也是 m 乘一，那所以到最后呢，这也是 m 乘一的，对吧？transpose 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乘以 m 了，对吧？这里是一乘 m，这里还是 m 乘一，对吧？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乘一，对吧？一乘一呢就是一个 scalar，你可认为，对吧？所以 cost function 它不是一个 scalar 嘛，对吧？所以呢，它也满足这个条件。J 呢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这里写的这个 theta 是这个样子，对吧？y 呢是从一到 m 的，对吧？theta 呢是从 theta 零到 theta n 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 theta，我们想求到这个最佳的这个 theta，那就是 partial J partial theta 等于零了，对吧？现在问题是 theta 不是一个数，它是一个 vector 了，对吧？你怎么做 vector 的这个 differential calculus，对吧？就这里面背后也有一套东西。我这里呢就不给大家详细去推了，因为面试我估计是不可能有人会问这个东西是怎么推出来的。但是这个结论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 theta 可以求出来，它的这个值呢是 xtx 括号负一 xty，OK，你可以稍微去看看它是怎么推的。你看它也是这个你看平方展开其实是就是你看 x theta。transpose 乘以 x theta 对吧？减去 y 的 transpose 乘以 x theta，然后再减去 x theta 乘以 y，然后再加上 y transpose 乘以 y，对吧？然后你对 theta 求偏导呢，你可以去慢慢做了，就是这个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呢，就可以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对吧？然后呢，又简化成这个样的一个形式。你要把 theta 求出来呢，就是把左边这个矩阵。乘以它的 inverse 就行了，对吧？乘以它的 inverse，左边就没有了，这个 theta 就转成这个样子，对吧？我说了这个推导过程不需要掌握，但是这个结论你要记得怎么写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讨论这个结论的这个一些背后的一些东西。我们首先要 check dimension，我们说的这个矩阵乘法的话，很 tricky，还包括做 inverse 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说了这个 x。是 m 乘以 n 加一倍的，对吧？因为我们把那个常数项放在最前面去了，对吧？这样我们就不用考虑 intercept。OK，那 x transpose，那就是把它变一下，就是 n 加一乘以 m 维的，对不对？那 x transpose 乘以 x 是多少维的呢？我们说过就是把后面这个消掉，对吧？就是，然后就变成 n 加一乘 n 加一维，对不对？然后 xty 是多少维的呢？首先你要看 y 是多少维的，对不对？y 呢是 m 乘以一维的，对不对？x 的 transpose 是 n 加一乘以 m 维的，对不对？就这两个矩阵相乘的话，这中间的这个 m 就没有了，所以 xty 呢它是 n 加一乘以一维的，对不对？OK，然后一个矩阵做 inverse 的话，它的维度不会变化，那它还是 n 加一乘 n 加一维，对吧？然后这两个东西再相乘，对吧？那中间的这个 n 加一又去掉了，对吧？所以它这个 theta 呢是 n 加一乘以一维的，对不对？这跟我们这个预期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 n 个 feature，再加上一个常数项，那就是 n 加一个东西，对吧？所以至少从这个 dimensionality 方面来讲，我们这个公式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接下来也就是一些讨论，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既然知道这个 x 也知道这个 y，我们就直接带进去就是用一些矩阵的乘法和转制，对吧？
就直接把 theta 给求出来，对吧？我们为什么搞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这些，这些东西完全不 make sense，对吧？就完全跟我们之前至少是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数学的这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之前数学就是比如说解一个方程，都是给出一个解析解，对吧？比如说二元一次方程，就是什么，就是 x 等于负 b 加减根号 b 的平方减 4ac 再除以 2a 什么这种东西，对吧？这是叫 closed form solution，对吧？就是一个解析解，就是说，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 closed form solution，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方程，对吧？比如说一的 x 次方加 x 等于三，对吧？这种方程你不知道这个 closed form solution 是多少，你就只能用数字解，对吧？对于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呢，其实我们既可以用数字解，也可以用这个closed form solution，或者叫 analytical solution，有很多种名词，就是大家的想法。好像也有人叫 normal equation 还是啥的这种，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别人在说 linear regression 的这个 closed form solution 的话，他就是在说这个公式，对吧？这个公式，做一些矩阵的这些操作，大部分都 OK，转置容易做，对吧？矩阵乘法容易做，但是坏事的这个地方就是做 inverse。我们说过，矩阵的这个一个矩阵做 inverse 的话，n 乘 n 位的这个矩阵做 inverse。它的乘积复杂度是 O n 的三次方，就是这里坏了事，对吧？当 n 很大的时候，这个 n 的三次方就会变成巨大 O，对吧？比如说 n 等于10的话，那就是1000，对吧？n 等于100呢，那就变成多少了？那就变成100万了，对吧？那就是 n 增加了10倍，这个time complexity 增加了1000倍，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东西的这个瓶颈。所以呢，n 很小的话没关系，你用这个也可以，其实是，当然 n 很大的话，这个矩阵特别慢，它还不如做 gradient descent 那么快，其实是，这是一个要讨论的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 xtx，我说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矩阵都有 inverse，对不对？它 may not be invertible due to 啥呢？就什么时候 xtx 它不会 invertible 呢？就是有 redundant features，就是一个 column 是另外几个 column 的这个线性叠加的话，这个 column 就是一个 redundant features，这种 x 它是 xtx 它是没有 inverse 的，还有一个就是 too many features，当 n 大于 m 的时候，xtx 它肯定没有inverse，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没法用这个公式来去算。就是这个对吧？所以你这里讨论的要，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公式讨论有两点对吧？第一点呢就是 suppose 用这个公式和用有好几点呢，就是说可以说的就是说gradient descent 和用这个 closed form solution 应该给出的东西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xtx 做 inverse 时候它的时间复杂是 O n 的三次方，所以它这个 feature 特别多的时候。它这个就会非常慢，对吧？所以是 feature 特别多的时候特别慢，并不是说它的 sample 数量 m 多的时候没关系，其实是跟 m 没有关系。这里 OK，这个也得注意一下，就是 m 多没关系，但是 feature 多就是致命的，对吧？第三个呢，就是xtx 可能不是 invertible 如果有 redundant features 或者 too many features，feature n 大于 m 的时候，它就不能 invert。然后这我是有一个关，问题，哎，你说，如果 n 大于 m 的时候，用 gradient descent 是还是可以解出来的吗？我想想，这是gradient descent 肯定是可以做的。至于它能不能，我想想，它能不能收敛到？OK，首先是你想，如果是有 n 个 feature。有 n 个 feature，但是只有 m 行的话，其实你肯定找到很多这个 theta 值，使得这个 cost function 完全为零，对吧？在这对。些所以呢有很，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 parameter space 里面有很多地方它的这个 cost function 都为零，所以我相信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能够找到某一个点。使得这 cost function 为零，然后它也不动了。
OK。只有一个点都可以做，啊，那个不是只有一个点都可以做，那个不是叫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了，是吧？只有一个点不对，只有一个点也是可以做的，但是 stochastic 这个 gradient descent 的话，它是每次都会变化的。对，但是就是说，其实这个 gradient descent 啥都啥时候都可以做。对，就是 m 等于只有 m 等于一，然后 n 是一个大的数。也是可以做的，对，也可以做。对 ，OK， 对。哦，那它每次的 solution 都不一样。啊，如果 n 大于 m 的话，它可能会不一样，对。对，就不一定能找出最优解，但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因为你想想，这个 n 大于 m 的时候，它有无数个最优解，其实它就是有，你可以认为，我们有，等一下，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其实有 n 个位置数，但是只有 m 个 function， 对吧？那我们可以找到好多相同的位置数，然后使得这个 m 个 function 都能够满足条件，对吧？我不知道我的这个 argument 你能就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怎么说呢？比如说举个简单的极限情况吧，就是 m 等于一，那就我就直接一条记录，对不对？那我就直接一个方程去解我的这个 n 这个 n 个值，就是比如说 n 等于2吧，就是西塔0西塔1，对吧？那我肯定有很多组西塔0西塔1的这个结合，使得这个等式成立啊，对吧？而且在这些值上面，这个 cost function 肯定为零啊，对吧？对，其实就是有无数个解。对，就有无数个解，对吧？对，它就是可能要一定会 overfitting。啊，对啊，就绝对 overfitting 的，那就是对，当然这个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这个 data 都是这个 long format， 就是 m 是永远大于 n 的，但是这个 redundant feature 它是有存在的可能性，对吧？或者是接近于这个 redundant features， 比如说一个 feature 就是另外一个 feature 就是乘一个1000倍很接近的，对吧？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这个 square feet 可能就非常接近于这个bedroom 乘一个1000或者乘一个常数，对吧？它非常接近于这个 redundant 的话，这个 xt 乘以 x 的话，它可能能够找到 inverse， 但是也是非常慢的，就是说它的那个 determinant 是非常接近于零的。OK， 这个gradient descent 相反它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几个东西呢，就是 need to choose alpha， 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 hyperparameter 应该多大，对吧？我们今天布置作业的就是让大家去找这个 alpha， 就是过大过小会发生什么情况，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 alpha。第二个呢，你要做 iterations， 对吧？就是你随机取一个初始值，对吧？然后去迭代一次，迭代二次，然后每次就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 converge， 对吧？直到你认为它 converge， 最后你要做迭代，对吧？所以不像这种方程一样，它就一步到位了，对不对？你告诉我 x y， 我就往里面带，就直接出来了，对吧？对啊。第三个就是 works well when number features n is large， 对吧？就 feature 特别多的时候，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要比这个 function 要快很多。OK， 我不记得它，我没有去仔细考虑过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 O n。OK。这里呢是 O n 的三次方，对吧？所以呢，一下就可见，那这个呢，n 很大的时候，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要快很多。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要讲的这些内容这个内容很多了，就是下节课呢，我们就只会讲 code， 不会讲这个相关的这些概念上的这个内容我们这节课你看看，从头到尾再看一下吧。今天同学非常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从一开始我们讲了这个 cost function 应该怎么定义这个 feature matrix， 对吧？ m 乘 i 呢就是一到 m 的，对吧？ j 呢是一到 n 的，对吧？然后呢cost function 怎么写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目标的就是 minimize 这个 cost function。通过改变我们这些 parameter， 对吧？然后它又是 convex function， 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counter plot 所以在
随机抽取一个初始值，然后找到一些算法，就是这个 gradient descent， 然后找到这个最优值，对吧？这个算法呢，用 Newton's method， 它的这个迭代是这样子的，对吧？啊，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 gradient descent， 它为什么能够 work， 对吧？你要根据它的这个方向和大小来确定，对吧？啊，然后这个 alpha 呢，是一个我们学到的第一个 hyperparameter， 对吧？它太大或太小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啊，然后在 gradient descent 里面，怎么在 linear regression 里面用这个 gradient descent， 对吧？你就带进去，就变成1/20。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1/20给 generalize 一下，然后顺便呢也把说 multiple feature 也 generalize 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对吧？啊，这个就是如果你能够记住就最好了，对吧？然后我又讲了这个 feature matrix 加了这一个 column 一，对吧？然后讲了为什么要做 feature scaling， 对吧？大概这些东西，然后又讲了怎么做 non-linear 的 features， interaction term， higher order term， 或者 spline term， 对吧？然后又讲了这个 analytical solution， 对吧？这个东西啊 ，xtx 负一乘以 xty 啊，然后检查了它的这个 dimensionality， 对吧？然后又讨论了这个方程的一些东西。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time complexity，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它能不能 invertible 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又讲了这个 gradient descent， 相反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对吧？它需要选择 alpha， 需要做 iteration， 然后 n 很大的时候它 works very well， 对吧？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这些内容。内容很多了，就是大家可能会慢慢去消化这些东西。我们下节课就是跟我们这个作业相关。我刚刚把这个作业打开了吗？这里。其实我这个这节课里面我还用了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这个 example， 就是让教大家去怎么去调包，其实是，对吧？我这里呢用了一个predicting bicycle traffic 这样一个东西。一开始呢也做了一些 data wrangling 的一些东西，这个我们讲过。就是去预测一下这个桥上面每天有多少自行车会通过，其实是这个，对吧？你看看这里它用了些什么 feature， 看看啊，在哪里啊，这个啊，在这里，对吧？你看这个呢就告诉你是怎么去调包了，我就不仔细去讲了，因为真正去调包的话就是4-5行就能搞定的一个东西。OK，你看这里它的这个 column length feature 就是星期几是一个 feature， 对吧？周一周二还是周日，然后是不是 holiday 是一个 feature， daylight hours 就是日照时间是多少是一个 feature， 这个是 precipitation， 对吧？就是降雨量是多少是一个 feature， 是不是个 dry day 也是一个 feature， 这个 dummy variable 嘛，这个 temperature 是一个 feature， 就是就太高，温度太高或太低什么，骑自行车人可能都比较少，是吧？然后这个 annual 就是想看一下这个 annual trend， 也是一个 feature。OK， 然后你看把这个 x 找出来，把这个 y 找出来，就跟我们说的一样，对吧？你看进了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的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就是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它这个 class 它的这个 instance， 对吧？然后用这个 instance 去 fit x y， 然后这样的话，我这个 model 这个 parameter 就找出来了。然后可以用它去预测一下 x， 对吧？所以生成一个 predicted， 可以比较 predicted 和实际的，对吧？你看，当然这个是数据比较特别点，你看数据点特别多了，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也 feature 不是特别好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能看出这些 parameter 大小包括它的正负号你就能够更多的理解这个 model。比如说这个 model 的话，它告诉你。你看周一到周五的话它呢是正的，对吧？就说明周中骑自行车更多，就是比如说周一呢比一个其他天要多500个人，对吧？骑自行车过去。周二呢平均多600个人，对吧？周五呢就只多了177个人。周六周日呢就是比平时要少1100个人，对吧？就能 make sense， 对吧？你看 holiday 也是骑自行车的人要少很多，对吧？说明这个桥骑自行车的人就是通勤用的，对吧？我们说过这个 daylight hours 第88，意思就是说其他情况都一样的话日照时间多1个小时，
的那一天就会多128个，对吧？然后这个降雨量也是一样的，对吧？每多降一个英尺的雨，对吧？那个通过人数就少664个，对吧？ Dry day 就是说如果这天完全没有下雨，这个是一个 continuous variable， 这是一个 dummy variable 应该是，完全没有下雨的话，比一个下雨的天气，对吧？它呢就要多500个人，对吧？你看这个气温每升高一度就会多65个人，对吧？ Annual 就是说，就是每一年平均都会比上一年多26个人，其他条件都一样的话，对吧？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结论 ，OK。然后他这里呢也做了一些 resampling 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够去看一下，这些系数它有多不确定，其实是它的这个 uncertainty 大概是多少，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其实它就是做了一些，类似于 bagging 的一些东西，对吧？你看有个 error， 对吧？能把，比如这个27就是 error 是加减18，对吧？所以这个 annual 的这个 effect 不是特别大，对吧？你看这个 temperature， 它的这个 effect 就比较大啊。就是这个，好，可以，大家可以自己读啊。我感觉，它这个 feature 有可能是有 multicollinearity 的问题。它如果周一到周日就都有的话，我知道它是把这个 intercept 给去掉了，其实是没有。你看这里有个 fit intercept 等于 false， 其实是啊。OK， 这样就没问题了。否则的话你就只保留6个，对吧？然后比如说认为星期天是默认的，这是可以的啊。OK， 两种方法都可以啊。我像我的话，我一般也会比如说一个 categorical variable 它是7个的话，我就只生成6个 dummy variable， 是吧？对，它这里呢就用了这个 fit intercept 等于 false， 这是一样的，其实是。OK， 这是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作业呢内容很多，有两部分，我看看第一个今天due Friday noon，OK，第一部分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今天上课的内容相关的，对吧？我们呢分费用三种方法，一种呢是调包，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 closed form solution， 就是用 NumPy 这些东西矩阵的运算，第三种呢用 gradient descent 去运算，让大家去，我让大家去证明用这三种方法发现的我们找出了最后的 parameter 是完全一样的 OK，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做好，你的收获是非常之大的，绝对是尤其是这个 gradient descent 怎么 implement， 不是那么容易，其实是如果你不是特别熟悉的话第一个就是write a computer cost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cost function j， 对吧？你看我这里呢就是用了这个 sample taxi data， 就是我没有用特别数据量特别大，对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 data。然后你比如说，你看我做了一个 trip distance 和这个费用的关系，你看基本上是线性的，对不对？所以挺好的，对吧？然后呢，我让大家写一个 computer cost function， 因为我们要算出这个 cost 的嘛，对吧？我这里写的这个预测值，对吧？你看 predicted value error， error squared， 然后叫平均啊什么这种东西。然后你看这个 computer cost， 就是说你给我任何两个 C.0 C.1 的这个值，我都能算出 cost 是多少，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这个 cost plot， 你看我 C.0 C.1 每一点都对应一个 cost， 对吧？你看这一圈就是带了100 cost， 这50的 cost， 20的 cost， 10的 cost， 对吧？你看我这里是根本就没做 feature scaling，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 contour plot 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这种狭长的这个椭圆形，对吧？这就为什么要做 feature scaling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 alpha 可能在一个维度是太大了，对另外一个维度又太小了，其实有可能。Anyway， 我们这里先不用管这个 feature scaling 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implement 这个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这个呢你看这个 function 有特别多的这个变量，对吧？然后大部分我都已经讲过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让大家写 code 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一部分，大概是你看 C.0 C.1 呢是随便就叫 initial theta 随便取的，对吧？然后呢这是 alpha 的值，对吧？都有默认值，对吧？ max 就是最多迭代10000次，如果10000次我不 converge 我就放弃，对吧？然后 precision 就是说去判断它的 converge 这个条件
啊，然后我还这里还写了一个verbose 等于 forced， 意思是啥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调用一个 function， 怎么说呢？有时候你想知道这个 function 里面执行的时候一些细节的东西，有时候你也不想知道一些细节的东西。比如说你 debug 的时候，你想知道里面很多细节的东西，对吧？你就设成这个 verbose 等于 true 就行了。大部分时候你就 verbose 等于 false， 就是说它叫默默的给你干活，它也不说什么东西出来啊。然后这个 data 就是我们这个 data frame， x variable， y variable， 这个很明显，对吧？就是你用哪个 x 去 use y 啊。大家可以去试着去做做这个。implement 一下这个 function。你看这里呢，就是你看 verbose 的时候，我就打印一些东西出来，然后呢，这个是判断 converge 这个条件，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个呢，就是代表，如果是多少步我的步 convert 的话，我就 break 就不能再做下去了，对吧？你看我最后返回是返回一个 dictionary， 就是有没有 converge 的，这个 theta 零 history 是什么样 ，theta 一是什么样。就是把我能够返回的东西都返回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就能看出来，我这个 gradient descent 每次迭代它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是吧？比如说我这里，alpha 等于 0.1 的时候，这个从00这点出发的时候，你看 theta 开始是00嘛，对吧？然后一开始就找到 1.4 6.1 这个位置，就是第一步，然后 cos 等于150。第二步你看这个 CDN 现在又变了，对吧？ cos 又下降了，对吧？然后你看不断去迭代，它在第158步的时候就找到 C.0 是这个， C.1 是这个， cos 是这个，对吧？你看 cos 方向就是这里面最小的，对吧？这就跟我们这个预期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让大家去 play around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or hyperparameters， 比如这个 alpha 就是 0.1 嘛，比如说 alpha 比较小会发生什么情况，对吧？ 0.01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它用了1300步才 converge， 这前面用了158步才就 converge， 对吧？但最后它 converge 的这个地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只是它是走得特别慢，对吧？然后你看这个 alpha 如果比较大的时候， 0.13 的时候就比 0.1 要大了，对吧？它用123步就 converge， OK， 大家可以去试，就是 alpha 如果更大的话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会不会 converge。 比如说第三题就是看这个 theta 是 cos 怎么 converge， 对吧？我们有每一步这个 theta 0的值和 theta 1的值，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写这个图了，这个是一个是 theta 0一个是 theta 1， 它不是从00这点开始的嘛，对吧？它就一步步去走，你看走一直走到这一点，这个点就是我们最佳的位置，让大家显示一下这个图，对吧？然后这个 cost function 呢，你看它一下开始就一开始下降的很快，对吧？然后慢慢下降，就是到最后也去 plot 一下好，然后这里呢我们就是想去系统的研究一下这个 alpha 起的一个作用，对吧？你看从 0.01 到 0.13 每一步取 0.01， 对吧？然后你看我这个 verbose 就等于 force 了，这个中间东西我就不想看了，对吧？你看这个 0.01 的时候1300步，对吧？ 0.02 710步， 0.03 487步，就越来越快了，对不对？直到 0.12 的时候就是133步是最快的，对不对？但是呢从 0.13 到 0.14 呢，这个是每步是 0.001，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看123步就差不多了，对吧？都是120步左右，对吧？你看，但是大于一点，你看0.133的时候，就它开始又增加了，对吧？你看这是241步，921步，对吧？但到0.14的时候，你看0.139的时候，912步就 converge 了，对吧？0.14的时候，它10000步还没有 converge， 它 quit 了，对吧？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研究这个 alpha 到底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啊？这里去研究一下这个 initial theta 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啊？结论呢，就是说不起任何作用，就是。你不管是从00开始还是从10开始，就这一点开始，那到最后你看这一点都到同一个地方去哪怕 alpha 也不一样也没关系，它也会到同一点去。你看这个 alpha 等于 0.12， 它就在来回震荡，对吗？这个红色的点来回震荡它不过到最后呢也能找到这个converge 点然后这里呢我们不是做了一个 model 吗，对吧？我们想看这个 model 到底 make sense， 对吧？我们呢就把这个预测值用这个红点打印了一下，你看
然后这个绿色点呢就是实际值，对吧？你看这个实际值跟绿色值呢，首先就能看到这个绿色值呢就是在一个直线上面去，因为是 linear regression 嘛，对吧？然后又能看到这个 model 还是能够 make sense， 对吧？因为这个实际值呢是均匀分布在我们的预测值两端的，比如说，对吧？这是gradient descent，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这个 theta， 我们不是这里也找到最后的这个 theta 是这两点，对吧？大概是多少？ 4.7 3.5 对吧？看看，然后你看看 second learn 得出的结果是不是也是 4.7 3.5？ 你看 4.7 3.5 对不对？你要去调一下这个包看得出来，看能不能得出这两个东西出来。OK，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用这个 analytic solutions， 就是我们用刚才说的那个方程，对吧？就 theta 等于 xtx inverse xty， 对吧？你把 x 和y 都做成一个矩阵，对吧？然后让它一段乱乘一下，对吧？然后得出来，你看也是 4.7 3.5，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这里用三种方法得出来结论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作业呢会有一点点难度，就是我看看现在有哪几位同学在。我估计妥林和季坤呢还是可以好好做一做，商议也可以好好做一做。杨丹章呢，如果你比较困难的话，你这个 gradient descent 可以不用做，但是后面两个呢还是做一做。这还只是一个作业。我们另外一个作业就是我们昨天 Joyce 给我们留下的，我看看我把它存在哪里了，这里，这是 the SQL 对吧？这个 SQL interview questions 对吧？它出了三道题对吧？昨天呢跟季坤呢只是 go over 了基本上前面一道题对吧？你想想他们 suppose 是要在三十分钟之内要解决至少两道题对吧？第三道题是一个 bonus， 如果你解决快了你就还可以做第三道题这种对吧？所以呢大家是真的是要对这个 SQL 是非常熟练你才能够 pass 它的这个 interview， 其实是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一定就不仅要知道怎么做了，就是说你也要能够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环境下面能够别人跟人讲然后还能做出来对吧？这个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其实。所以呢这个 SQL 呢也可以也大家也做一下，就是但是如果你没时间做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下节课呢反正可以不讲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到下一节课再去讲这个 SQL 的作业也是可以的。好，这里所以呢也布置了两个作业我们下一节课的作业呢会少很多我或者就不布置都可以这节课的这个作业呢会比较多，然后我们下节课呢就会去讲这个去怎么 implement 这个 gradient descent 这些东西。 OK，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